该床头是吧？啊，我告诉你，矿泉水把它弄进去。你这用力过猛的。我不知道，我没动，你看嘛，我没动啊。你不要搞动没动？你昨天晚上不是住这里吗？我是住了这一间。嗯，是另外一间。对，我住了多两天，然后他这边搞好卫生，然后我换一下。嗯。你那一天就觉得呢，要好，这些什么都没有。嗯。反正我个人不管怎么说。嗯。我今天弄完，我也没，我都没睡，我在沙发上坐着那里，很久。你是哪一年的？我呀，我估计比你大吧。你的？我八五的，属牛的。哦，大你八几？对，你八几？你九几？我九年。九零年的。嗯。叫姐姐。姐姐。牛啊，属牛啊，苦命的牛啊！马都是苦命嘛。苦，属牛的人真的苦。反正人这辈子就几十年，说的难听一点，过了一半了。你还早呢。就差不多。还没结婚吧？结婚了。结婚。嗯，我俩上班还也是，不知道这辈子嘛，反正是太没意思了。嗯，想去的地方也没去过，真的。嗯，你跟老婆合得来吧，还是？哎，我们平时回家的时间比较少。嗯。你小孩呢？现在不是离婚了，那。我呀，我没离婚。在家过，你小孩多大？五六岁了。才五六岁。结婚晚的。我小孩小一万、啊。真的。真的。真的。骗你干嘛？那时候你五六岁，再比我小孩小一万。我就放弃了。不是，也算结婚结的不晚的，生小孩生的晚。哦，这样。